前廳交流會咧，我哋同立法會大家溝通咗之後咧，聽日啊就會係第一次，係由我帶領三位司長、三位副司長同埋特首辦主任咧一齊出席嘅。啊，實際嘅安排咧係由立法會去決定。聽日嘅安排咧就係、是、會喺9:30就開始。我哋亦都知道咧，11:00咧就會係有大會開會嘅，所以係打算咧10:09我哋就會完結咗。前廳交流會咧係一個起點嚟嘅啫，因為咧我希望嘗試一個機制咧，等大家有一個互相認識、交流同埋跟進嘅機會。咁即係呢個起點之後咧，有好多發展或者延續嘅交流機會同埋活動咧，係會交翻俾有關嘅立法會議員。以及我哋一啲司局長去跟進嘅。今次前廳交流會咧，就將呢個交流嘅範圍咧係擴大到所有司長、副司長同埋局長，以及每個局嘅相關人士。之後咧，前廳交流會點樣可以再發展進一步去優化不同嘅細節咧？我哋喺過程裏邊咧係可以好務實，咁以提升我哋嘅聯繫為目標咧，大家去不斷優化嘅。咁所以第一次嘅交流會咧，亦都係一個我以身作則希望做到俾大家睇咧，我哋係認真，而且希望常設一個溝通嘅交流制度。